很多人都好奇这个盲盒里面会装什么呢？包括小妞妞都好奇。那盲盒里面的第一件礼物呢，就是当当当当，大家喜欢的百叶童话的小手办，每个盒子会有一个。第二份礼物呢，就比较特别啦，这是从大头、萌萌、牛牛还有乐乐身上梳下来的毛。喂，你看，你碰一下就不见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来捣乱的啊！你打一个喷嚏，毛毛都没有啦，全部都飞掉了，知道了没有？这个呢是牛牛的毛毛，里面呢放一张写有牛牛名字的小纸条。一个小袋子就做好了。Real，你毛多要不要贡献一点？宝儿的毛太短了，宝儿梳不下来，等明年掉毛的时候给你留一点啊。这个是大头的毛，这些毛都是我用梳子梳下来的，不是剪下来的啊，舍不得剪。礼物多的我都没有办法合拢它。哎呀，差一点忘了放毛毛。是不是同样也很漂亮呢？第一个盲盒就包好了。今年要努力的长毛毛，好不好？到换毛季的时候，奶奶给你收集起来。明年圣诞节的时候就送给你的粉丝，好吧？真贵。它好皮哦，那不怎么叫幼儿园吧？下去，下去，走。这个呢是乐乐的猫。这七个盲盒也包装好了，本来其实只需要六个，但是以防万一呢，我还是包了七个。如果呢到最后够了的话，还有多的话呢，我们还可以再抽一次。
鼠给奶奶，给我玩一下好吗？嗯，真小气。你也想玩啊？狗玩什么老鼠呢？嗯，那是猫玩的东西。盲盒已经全部揭晓了，也全部包好了，就看谁的手气好能抽到。抽到的小伙伴记得艾特我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